Yeah, obvio. No, hace rato.然后我们开血肠的时候就用这个麻酱油，这个不是那个现杀的那个羊的，这个是冻好的以前的。每个羊在血肠里面需要那个肥油不是特别多，所以羊肉当中那个纯肥肉会剩下来。我们是以前冻好的，这样的话切的就是好切一些，刚刚宰的话它特别软，特别就是不好切。这边我们在另外的一个屋子里头，他们在清洗盘肠，就这块烧了炉子在烧水，然后同时就清洗。我们是人工清洗的，不是说用药呀或者是用其他东西，也没有说水龙头那块以及灌的，也会反复的清洗两遍，所以我们那个盘肠里头也是非常的干净的，因为它不能翻。盘肠它有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连在一起的，它不是直直的，加上呢它的那个比较的薄，很容易破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翻过来洗，它跟那个肥肠不一样。就是杀羊都是男士的活，然后盘肠这些就是女士的活了。那个杀羊的整个过程呢比较的快，杀好剥皮然后分割好就可以了，但是盘肠又要清洗两三遍，再要去弄那个灌的血，然后再去灌，再去给它推到每个角角落落都是，就是这样处理好再扎好，就是比较时间会长一些。因为我婶婶不会灌血肠，所以肚子都是她的活儿，每一年处理的非常的干净。你看羊的肚子呢就可以装下它身上全部的肉，全部的部位。要不咱们中中看。有的时候不洗它也不要就干净了。你说已经洗了，已经洗了好几回了。Just time, just time. 因为那个肉肠跟血肠不一样嘛，肉肠那个比较厚一些，而且是直直的，它肯定里头塞肉塞肚，然后就全部弄进去，然后切着吃超级香。但是我妈妈每次就是为了方便，她会灌那个血肠，灌剩下的那个血，就给我灌到肉肠里，每年都吃不到肉肠。今年我姑姑给我灌的。看我大姑，